今日份员工餐韩式炸酱面。粉丝说他们想吃糖醋肉，我也看到了，你们还想吃什么记得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哦。2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炸东西真的好香啊！有人见到我哎，快给我走开！来，安慰一下你。哎，你有本事带点吃啊！啊，油锅糖。这咬。三秒，好不好吃吗？还可以。你们喜欢吃什么炸酱面呢？把饭也给我满上，干脆这样，我把饭扛进去。酱油拌饭，谁吃酱油拌饭啊？看不起我猪肉拌饭是吧？你们喜欢吃什么拌饭呢？你来呀，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？哎，拿了，哎，酱最好吃。天，那怎么外形挺软呢？好难听啊，快走吧你。拌呀，这得有4两吧？头一次觉得筷子那么重。十分钟过去了，一口没吃，又搁那拌面了。真厉害！挑战一口吃糖醋肉，好吗？哇，挑战成功！好事成双，我要蛋。哎，你蛋呢？管你们有肉是吧？咱俩大碗。牛。好可爱。什么玩意儿啊？